二一，哎，换整只。Unique luxury Crush on me。Crush on me。对啊，名字也是很特别哈。是是是。对啊，这个 Crush on me。Crush on me 就是为我痴狂，倾倒。对，好、，Crush on you， 意思就是哇，我为你痴迷了。对对对。好，那这一支居然这么有信心的说 Crush on me， 对，那一定要好好感受它到底是如何倾倒中，如何让这么有自信，让人家觉得闻到它就会倾倒。Crush on me， 为我倾倒，请为我倾倒。哪支？它里面还有附一张这个。这牌子很特别，很可爱。我再讲一下，我们前面拍过了几支，那这一个系列是什么？最强的就是它的香料用料都绝不含糊，而且土耳其本身就是香料大国，对，只是很可惜他们没有好好的投入在香水这一块。但近几年慢慢的开始有一些土耳其的牌子出现，做的都很不错。Nissan 也是土耳其的，是啊是啊是啊，对，也就是那个味道。那他们做的好不意外，因为时间的问题啦。对，因为以他们天然拥有的资源，香材香料就这么多。对，而且我觉得以他们家他们这牌子跟像Nissan的牌子，它的几乎都是香精居多。然后以它的。我觉得以它的浓度来讲，其实它的价位应该是可以再更高一些的。但是他们就是你看，大概都是在淡香精的价格，但是它的香水是给香精的，是给 extract 这样子，也很够诚意了。对对对，然后刚这个，我本来以为是蜂蜡，没有，它是在外面的蜂蜡香水，所以这个可以打开来看一下里面是什么。这个就应该是被焦糖给它包覆住了哦。对。这个焦糖，然后这边还有一张，还有一个 Thank you card， 蛮特别的。这个是在宴会当中，可能是他想要表达的情境喽。对。好，那这一支试过了吗？还没。来，来试试看。既然它外面画的是这个样子哦，那应该是一支美食调喽。对。是吧？对，这次跟刚刚巧克力都是个美食调。这个看起来是什么？焦糖还是什么？牛奶糖跟应该是 Camel， 就是焦糖嘛。哦，焦糖。焦糖跟这个广藿。好，来试试看。好看。正好在三点一刻的时候，我们来试试看。好。如何为我倾倒呢？我必须说这一个牌子，它的香水都不会雷啊。都不会遇到奇奇怪怪的。对。你有想法了，因为它的味道啊，这一支我觉得它，因为它的那个浓度都很高嘛，都是用到香精，所以在一开始喷的时候，像刚那个巧克力，它前面的可可粉就非常的浓厚。像这一支的话，因为它的主要是卡梅尔跟广藿，那这两个味道其实我们很少会放在一起闻，是，所以一开始现在一开始闻的时候，我觉得会有点小小的冲击。因为感觉它就是一个焦糖带一点，已经有点微焦的那个味道，比较浓厚一点点的。然后，但是它的广藿又是一个带没有泥土感的广藿的香气。对，是这一支的焦糖前面是不是带一点新香料，把这个焦糖给它喷发出来嘞？对不对？对，所以会有一点那种新，就有一个那个刺激的那种香气在里面。但是它这个味道，因为我刚刚前面就已经有喷了，所以这味道大概一分钟左右，它会变化一些些。好，它前面呢有这一支，前面我看哦，
它的香调呢，对，前调它是生姜跟柠檬，青柠是，哦，青柠嘛，对啊，所以有一点，还有一个姜，生姜，啊、姜, 姜，所以你说的新香应该是来自于这个部分，而且可以，你小时候有吃过那个明治娃娃的有一种那个糖果有没有？也是焦糖色的哦，有没有印象？明治娃娃是红色的那个明治娃娃吗？一个娃娃头，生对对 对, 对，然后绑了两根辫子这样的，然后脸圆圆大大的这样，对。那他这个小时候妈妈知道你在心情不好，在、或者是肚子饿在靠腰的时候，哎，塞一个明治娃娃的糖果给你。哎，就是目前现在就是这个味道，真的、哦。不，当然没有这么的，没有这么的完全接近呐、啊。但是那我觉得不同的特色，同样你闻得到那种焦糖、糖果的味道。但是它的辛香跟姜再多一些些。对，不会让这种甜而过于太过腻。对吧？好，我觉得它的那个焦糖的香气越来越明显了。对，因为它前面就是有那个姜，你说辛香感的那个感觉，又越来越淡，越来越淡了。有，现在焦糖是越来越明显了。好，对，怎么样？好，你觉得这一支让你联想到什么样的场景呢？让我觉得它的味道前面对我来说是还蛮温暖的，有点热热的哦， 然后有一点像是坐在火炉边喝着一个那种就是热饮料的感觉、因为姜的关系吗？不晓得，姜让你联想到温暖的，对，不晓得是因为这个原因，但因为整个闻起来的感觉是其实有那个你说有那种焦糖的香气，但是它没有那么刚开始没有那么明显，是，对，但是还是感觉得到它那个温暖的感觉。它这个姜又带了一点点花的底蕴 在下面，有、对不对？有厉害、我闻不太出来是什么花，但是它有特别提到它是有花香在里面的。对，是闻得出来了。对啊，你看它这边要花一些，是花玫瑰花。如果现在我来闻的话，我觉得姜，后面有花，那花后面再深层一点，就是藏着这个焦糖糖，焦糖糖果的感觉，对对对，这很像，送喜欢的人一个礼物的时候，他这个。你送他的是焦糖糖果一盒嘛，那但外面包装起来，外面有花作为雕，作为这个什么，这怎么讲呢？叫做装饰。是。对，那然后又带了一点、外面的香气，可能是白色的、米白色的包装纸包装起来的礼物。我觉得这个是有点收到。喜欢的人送你的礼物的感觉，对，我想你。好，那你会建议这一支用在什么样的时间点还有场合呢？目前这支前调的给我感觉还蛮秋冬感的。对，我会比较想要把它用在我觉得有点微冷，就是像说我们前两天有那种比较冷的时候，我觉得穿这支应该会蛮棒的，会让人家觉得很温暖的感觉。对，然后它的味道啊，因为前面是这样，但因为我刚已经有闻的那个，就是前面有喷过了嘛。对，它的后调又非常的迷人。是哦。对，我觉得它的这个名字是在后调才体现出来的。对，好，这一个牌子有很大的特色，就是它持香特别的。好，那二者就是它的后调都会让你不经意的非常自然的，是想要去闻它，一直是感受它，去感觉它。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牌子我很喜欢也很想推的原因在这里。所以这个姜居然会让你有暖的感觉，可是姜对我来讲它比较
它比较带出凉意耶、哦，对、嗯，因为姜它散发出来，它照射出来的那种是扩散性，是整个把它放射线炸开的感觉。对对对，嗯、我觉得啦，姜给我的感受是这样子啊，嗯。OK， 好，那我觉得这一个给我的镜头就是收到了，不知道谁送你的礼物，包得很漂亮的一个礼物，对，然后给你一个很大的惊喜。嗯哼，就很像我们最近寄件到客户那边，客户说：“哎、欸，我没有买这个啊，你怎么会寄这个给我？”然后说：“哎、欸，可是收件人写你，但寄件人不是你的名字。”在我们大家就心里知道别人有给他惊喜、啊，对，真好。哎、哦、呀，好、啊哦，还好不是惊吓这样。对，那如果是恐怖情人就是惊吓了。对，那这绝对是你也喜欢他，他也喜欢你的，好、哦，他给你一个惊喜感的礼物。的礼物、嗯，好，待会回来再跟大家讲这一支林心丽说很厉害的后调。对，待会见，拜拜，拜拜。Crush on me， 回头、嗯，现在 crush 了吗？有，我觉得这次的后调非常的好闻。哇，林心丽她有说她非常喜欢这一支的后调。对，我觉得她这次啊，后面啊，它的那个焦糖的味道刚刚好，然后又带一点点花香。嘿、嗯，对，这反正这一支我觉得它的那个花是我喜欢的花，我不知道它是什么花，但我觉得它这次的花香加上那个焦糖的香气，而且它的扩香，其实这一支。还蛮好的、嗯、就是因为它大部分很多后调是比较贴肤的，但这支稍微就是在我们中间休息就是大概一个多小时时间去继续其他作业嘛，嗯，然后就一直有闻到这支的味道，是，嗯，是喜欢的、okay. 所以这一支的后调你会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它带出来比较亮的花香，是不是？对，嗯，应该是说带一点那种就是美食香气的花香，美食香气花香。对，它的那个焦糖的那个香气蛮好闻的、嗯，因为它前面的话，我们前面好像它多了一些，说广藿或是说馨香感，就是那种温暖、嗯，但是它在前调的时候，我其实没有闻到太多的，就是，有别于那种就是。自然香气的香水味道、嗯、我觉得它的后味比较特别一点、嗯、因为前面可能还闻不太出来它的差异，前面就是、哦、有馨香感，但是那个焦糖香气没有到那么明显，就像您刚刚讲的说、欸、很像收到一个包裹，里面可能是包在里面的感觉，然后这些现在感觉是已经打开了、哦、对，然后它的那个香味非常的馥郁，然后带一些些的花香的感觉、嗯、我觉得这个很好闻哎、欸，嗯嗯，那我现在后调呈现，我有闻到这个花香，但这个花香呢，嗯、几乎是被这个姜的味道给拉了上来。哦，这个姜其实从头到尾都有，它一直都有确实的存在着。嗯，哦，那这个很看一下还有什么很亮的花香，我觉得就是、嗯、你说是白花吗？我觉得又好像不那么的明确是白花、嗯、但是它这个姜带出来让这个花更为明亮绽放、哦、对啊，它的香调里面是有写到正红花对不起、嗯、然后哎呦糟糕，怎么在那个对你口罩可能还是要戴上那玫瑰还有那个麝香哦，麝香可能是在更后面了啦，嗯，我应该要戴个口罩一下了。对，它的那个玫瑰，哦，玫瑰还是很好闻诶。对，不过这一支的后调比较亮一点，对、嗯，好、哦，比较鲜明一些。嗯，那但是一样是贴肤柔和的。嗯，哦，这个牌子最大的特色就是后调，就是呈现的很美啊。嗯嗯嗯嗯嗯，像在夜里的时候，你一个人会一直不断的跟自己对话，嗯，品尝一下现在手上这个味道。对，我觉得这支的后调的味道蛮美的，而且我比较少闻到这样子的组合，有一点晚上高山的清亮感，哦，带着一点有一点水雾气喽，大概其实晚上在山上大概八九点就已经。
水雾感就飘上来了，那种山、嗯、山气就飘出来了。嗯，对啊，我觉得这支后调就是一种还蛮好闻的、okay. 诱人的、迷人的味道。对，但是重点是它的焦糖其实都还是在的，对对对，它的焦糖的味道都还是在的。对对对，我觉得比例还蛮高的。你就是比例算高吗？嗯，我觉得在花香跟焦糖的混合起来之后，嗯、焦糖就没那么的强烈了啦、嗯。可能是我怕甜哦，所以我觉得这个焦糖还藏得蛮好的。真的，你不刻意去讲的话，我觉得大概一半一半，一半一半。嗯 ，OK， 嗯嗯，好，这个果然每个人喜欢的感受就会加特别的放大、哦。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我是花香寡来，我就会特别闻到花香的味道。嗯，哦、好，那这一支你觉得它的持香，你会给它几分呢？哦，持香我觉得应该有9.8。9.8，哇，非常高。那持香我会给它9.5。嗯哼。那扩散性呢？扩散性应该也有9.5。我觉得扩香也是高的这一支、嗯、因为我刚刚就觉得说它的味道一直，如果是因为其实有些香水是甚至你要这样子自己喷你都要很近贴，就是比如说你可能另外一个人我靠着你闻，或是你自己靠着自己这样闻的时候才闻得到、嗯、那这支的扩香是就是这样子的距离，比如我手喷这边我这样子都可以闻到的一个香味、嗯嗯嗯、哦，扩散是强的，我觉得是还不错的。 OK， 对，是，嗯，我扩散我会给它9.6分，嗯，这支持香跟扩香都是 perfect， 蛮高的，嗯、是总分来一下喽，你先。总分我喜欢9.8，9.8，嗯，这一支总分我给它9.6，嗯哼，那可能姜的味道了、哦，我觉得也是好的，嗯，但是我更喜欢木质，可能在后面、嗯、木质贴肤的麝香可以再多一些，嗯哼，哦，那是个人的喜好啦。会不会它其实还没有到很后面？那是肯定的啦，嗯，因为我们这一支随便都要8小时起跳了，我们也只用1个小时来介绍。对，我觉得它的后调还没有完全出来。是，嗯，那有机会希望你可以试在身上，嗯，那跟我们今天介绍对比一下，看我们说的有没有精准到位。对，哦，提供你参考一下这个牌子，有机会你一定要试在身上。那停留久一点，不要第一刻哦，我这喜欢我就决定。但我可以告诉你，决定是不会后悔的啦。对对对，这因为它的持香真的是相当的优秀。嗯，好，非常谢谢你收看我们的介绍，这一支 Crush on Me。嗯，那我们30秒见啦。好，拜拜，拜拜。